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想啊，这个每一个人啊，或者每个社会里面都在追求啊，生命的一个延长啊，所以平均寿命是一个代表这个社会是不是进步的其中一个指标啊。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寿，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变老啊。是有点点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互相有点冲突的这样的想法。确实，老这个字啊，我们直接这样去想的时候，用心去想这个字啊，如果是大概很像一个驼背的一个人形的话，我们就知道腰杆要挺直啊。任何时间啊，年轻的时候腰杆就要直啊，不为恶势力啊，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啊，真正是不是老的一个问题啊，脑部是一个关键。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年龄大的以后的一个脑，它就可以看得到它某些组织啊，它基本上它是萎缩的，皮质那个地方萎缩的情形也会比较厉害。这是我们的脑室，我们的脑中间也有分成，中间有空的一个地方，这个空的地方是平常我们会有脑积水液在这个地方啊，它会变得比较大，然后有一些这个区域它会变得比较小，这是我们年龄大的时候脑部多少会有点萎缩，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功能影响会不会很大？其实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脑部的功能要发挥得很好，最重要不是它的量的问题，而是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对话、沟通、互动的强弱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一个人年龄大了，其实也不一定年龄大，当一个人跟外界、跟其他的人、跟周遭的环境是隔绝的，他细胞跟细胞之间也很少有对话。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去接触东西啊，他不需要去理解人家跟他谈吐背后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细胞之间、脑细胞之间会没有对话。这个没有对话的结果，他就这个人整体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表现、认知或者是脑功能的一个全面性的呈现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年龄大没有关系，脑室会稍微萎缩没有关系，要强化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对话很重要。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要走出去，要跟这个社会多结合，去做环保，去关怀这个社会，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旧的兴趣，让它更加提升，这都是很好抗老，而不是吃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个没有用的。好，脑细胞需要对话，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小朋友的时候更要把握这样脑细胞跟脑细胞之间正要建立起这样子绵密的沟通网络的时候，就要让他多学习啊。所以啊，看书啊，念书啊，受教育，这是非常重要。也许大家都觉得只有这个是最重要，其实学习啊，它有多层次的学习啊。譬如说，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啊。然后这个琳琅满目，人物非常复杂，搞不清楚这个画什么，这是布勒泽尔的画，这个法兰德斯这个布勒泽尔的画，他画的是什么？我们再把仔细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大给大家看的时候，你看这是什么？骑马打仗，滚铁轮，这个呢跳马，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当另外一个要跨越的那个好像是跨栏一样的那个状况，这个在丢沙包，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大概没有这个记忆啊，我们以前的时候还有在玩这样的东西啊，现在小朋友都在平板电脑上面，这个就没少了那一份互动啊。因为这个不只是你跟电脑跟那个影像的互动，这还有包括其他的人啊，所以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才是我们人存在于这个社会上将来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需要跟别人发生互动，不然就会像那个脑细胞一样啊。这是比较一般的小朋友他们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状况。有钱的一个这一位画家，这比利时的画家，19世纪的画家叫罗森伯姆啊，他就把有钱人贵族人的小朋友他的一个生活画出来，我总觉得跟刚刚那个似乎少了一些活力啊。虽然
看起来画面非常有它的精致啊，衣服穿得非常有它的时尚跟质感哦。他们就是表示这个是在玩羽毛球的，是准备玩羽毛球的两个小朋友，好，也是玩躲猫猫、躲迷藏这个，但是还是总觉得这个太高高在上的一个感觉，玩木偶戏、布偶戏那样的一个状况，给他这个小妹妹玩了、啊。但是整个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对照之下，刚刚那个似乎啊来得更加有活力，来得学习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是这一两个小朋友之间啊。不过这位画家也把小孩子的那份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好奇，或者是说很容易受到某一些外在事情的一个影响啊，也画得深刻啊。譬如说什么受到蛋糕的影响，像勾着垫着这个脚，你看就把这样细腻的东西把它画出来，他的玩具啊等等，这个画得很特殊啊。好，一开始跟大家讲说变老年轻，这个好像是小朋友，好像是一个两个极端，其实两个很类似啊。年龄大的时候有时候会像小孩子一样啊，如果能像小孩子一样有那份好奇心是很好，但是如果像小孩子一样啊，有时候受不了什么样的一个诱惑啊，或者是等等的情形的时候，也会产生出问题出来。所以年龄大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情，注意什么？尤其是行动，有些行动稍微有点状况的时候，我们起来就要慢一点；有些行动需要有点别人帮忙的时候，就要叫别人。一个80岁的一个女生啊，大家可以看到，受到伤害的情形就是这样子：骨折，在大腿这个附近的一个骨折，骨盆这个附近的骨折。我们的一个这个结构啊，外表的一个结构，大家看到的就只是皮肤的这个状况。其实，如果我们从里面来看的时候，当然腹腔里面还有肠子啦、等等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可以看得到这个骨盆啊，各个地方都有非常精巧的，还有跟大腿骨来做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腿骨，所以大腿骨要跟我们的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做很好的结合，还包括有很多的韧带在附近，关节附近的韧带，所以这些情形还有附近的肌肉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这些肌肉韧带还有包括骨骼，在年纪大的时候它都会退化，退化的一个结果就使得它万一跌倒的时候，年龄大确定它反应力绝对没有年轻人那么好，所以一下子很像猫一样跌下来还可以翻过来，这个可能性是绝对没有。所以一下着力过多的结果就会造成骨折。那骨折，那大家想年龄大，那最好是不要特别去处理，让它自己愈合不就好了，那干嘛给它动这个手术要给它固定下来？因为我们所有人理论上骨折以后它都有愈合的一个机转，也就是这个地方会形成血肿，血肿会把附近的我们造骨细胞啊，哎，让它跑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再把这两端呢、啊，好像这个桥断了以后，工兵啊部队在那个地方再从两端搭起这个桥，把这个骨折的地方重新再给它塑造起来。不是，那就让它不要动啊、正确的不要太离谱的一个曲线位置的话，那不就好了吗？干嘛年龄大我们还要去给它冒风险给它做这个手术？理由在哪里？因为如果不开刀，这个病人就得躺着，躺着久了结果他的其他的器官都会发生问题啊，其中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肺部啊。我们走，我们站起来对肺功能是影响很大的，整天躺着病人肺功能一定是会发生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些痰啊等等的东西啊容易堆积在我们肺部背后的这个地方，痰的颗粒痰多咳嗽力量又不够的状况之下，这些就是后来会诱发成肺部变成这样子啊。正常的时候应该像这样子可以通透性啊，可以气体交换的，变成感染性的物质在这个地方，就是变成肺炎，所以这是会致命的。骨折本身也许还没有那么即刻的致命力啊，但是躺久了会有致命力啊，或者是喂食的过程中呛到等等，这个都是啊，更何况躺久以后心情的这种沮丧啊，所以还是看年龄的状况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需要跟医师做好好的一个沟通才是重要啊。好。提到小朋友啊，刚刚那位罗森伯姆这个画家，他也画了一幅啊，蛮重要蛮有趣的一幅画。这个小女生在干嘛？在喝酒。所以外界的环境啊，身教永远是最重要的。来，你说看，再会。